欢迎回到老王说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你几梯的？在哪当兵？当过兵的人聚在一起，总有聊不完的当兵话题。因为军中是封闭型社会的缩影，里面有太多奇葩的人事物。在现实社会中，你绝对无法想象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跑步大喊一声“杀”，往前冲，竟然还能撞到树啊！也因为这样被禁驾一天。这是真实的事件啊，我同梯遇到的这种事情呢，也只有在军中才见识得到。但是在封闭的营区中，有些人却承受不住心理压力，在里面想不开，甚至有些人因为兵变还选择在营区中终结生命。各位应该都知道，选择自短的人通常都会成为地缚灵，会在原地不断地重复自己往生的过程。所以才会有人说，如果半夜站哨听到怪声，千万不要回头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只要接近退伍就一定会出事，人们称为老兵八字亲。究竟在军中还有发生哪些可怕的事情呢？今天老王要来说三则观众投稿的灵异故事。接下来的故事，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。在西元1990年的时候，当时我在澎湖当兵，因为要基地测验，所以部队进驻到百里澎湖某海水浴场附近。还记得那一天，部队执行完夜间射击训练，回到驻地时间已经是晚上12点。我们班是最后一个回到驻地的班，当时我是士官，所以就卸下装备，带着班兵去洗澡。当时的澎湖非常缺水，所以超过晚上7点，浴室就会关闭。如果要去洗澡，就一定要去连队前面有一个非常久的古井，古井里面有自然淡化的海水。我们班上有8个人围着古井洗澡，正当我蹲下去背对营区洗头的时候，视线刚好从自己的胯下望到后方，我看到我身后站着一个身高大约有180公分透明的人形，他感觉就像是双手叉腰站在那边。当时我整个愣住哦，不到5秒的时间，他瞬间不见，下一秒就在我面前歪着头咧嘴笑着哦。当下我顾不得还没有冲掉的肥皂泡沫，我赶快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还能感觉到他在我身后，因为我身体正后方哦是整个冰凉的哦，不是那种阴风阵阵的感觉，是有人拿着冰块冰你那样。我整个鸡皮疙瘩都冲上来，接着我赶快叫班兵水冲一冲，收拾离开。我也赶快把剩下的泡沫冲掉，结果班兵还在说：“班诶，怎么啦？我们都还没洗好诶。”在这个时候，我身后的那个冰冻感不见了，我马上故作镇定说：“夜深了啦，不洗了，快点休息睡觉，赶快冲一冲。”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完全不敢回头看，回到寝室就收起枪，交代大家明天再清洗枪支，所有人就去睡觉了。我也马上把东西放一放，摆一摆，躺床上睡觉。我一直避免自己不要去想那个画面，那个歪着头咧嘴笑的鬼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了一个怪怪的声音，那个声音类似这样。就好像刚洗完澡在浴室走路一样的声音，脚步声带一点水，接着我就被压床了。我感觉到我脚边有东西慢慢攀上来，接着压着我的脖子，我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。班内，班内！睡我旁边的班兵把我叫醒了，班兵一直问我说我怎么了，说我一直在挣扎。我说我没有事啊，我没有事啊。班兵一直好奇问我怎么了。我还是一样说没事，我只做噩梦。但是后来的几天，我到其他的空床睡，也都一样会被鬼压床。直到休假回去台湾之后，我去熟识的公庙求了护身符，带在身上才没有事情。接着某一天晚上，大家闲聊，班兵又在问我之前的事情，我才跟他们说古井遇到了鬼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们班的没有人敢去那个古井。后来我们一个学弟啊，跑去古井附近小便。他说他有习惯会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方便一下。当天他说了不好意思，方便一下，就听到有一个人说没关系，还吹起一阵冷风哦。这个学弟直接逃跑，跑的时候这个拉链还夹到皮。至于为什么古井会遇到，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我也退伍很久了，如果有人也在这个营区当过兵，可以告诉我这口古井现在还在不在吗？然后曾经听过从胯下这样看出去有可能看到鬼，不晓得是真的吗？那我们来听下一则灵异故事。我
们营区是在北海岸的偏远地区，因为是野战单位，所以十分偏僻，偏僻到住在这附近的居民也不一定知道这边有一个营区。我们光下山就要快10分钟，到市区呢还要再一段车程。我们营区本来就很多故事哦，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个怪事。营区里面有一只狗叫小黄，因为整个山头啊都没有几户人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让它到营区外面放风。这个营区非常的老旧，门要手动开启的那一种，它不是电动的。营区的门非常的笨重，除非是强风，不然根本不会有动静。哨亭在大门的后方一左一右。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执行凌晨的哨，跟站在对面的哨亭的卫兵在聊天，聊着聊着，砰，忽然门撞了一下，对面的哨兵也听到了，应该是小黄要回营区，所以在敲门。但是想一想不太对劲，因为那个力道连门都在晃动，一只体型跟拉布拉多差不多大的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力道。过没多久又撞了一次，而且这一次晃动更大了。我先看了一下对面哨亭的反光镜，透过这个镜子可以看到门后的状况，可是完全没有小黄的身影，也没有人啊。我就把门上的小门打开，向外探了探头，发现没有半点踪影，我就全身毛起来了。我赶快打电话到安全士官那边，我问说您好，请问小黄在你那边吗？安全士官回说他躺在前面的草皮啊。当我听完以后，我马上把哨亭的灯都打开，直到下哨我们离开以后啊，对面的哨兵才问我说你怎么啦？我说没事啦，刚感觉怪怪的。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也有听到砰一声很大声啊？我说对啊，超诡异的耶。他又说没事啦，你门外有个鬼扒在那个哨所上面往后仰，用头敲你的门直到你开门为止啊。我整个大尖叫，我觉得这个人也太不够意思，你现在跟我讲这个干嘛啊？后来他拿了个护身符给我，跟我说放心啦，这个拿着啊，等放假你再去拜拜就好了。那个鬼很常在那边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就是我在营区遇到的怪事哦，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是在骗我，还是真的有鬼坐在上面。当然我的营区是在道路旁，如果道路有大约3-4层楼的落差，简单来说就是断崖，从旁边一条长长的斜坡走下去，有我们专用的保养厂。平常因为有可能会放置设备，所以晚上有派单哨。有一晚一个同起的弟兄站哨，虽然是半夜，但是因为有月光的关系，所以视线不会很差。站着站着，他远远的看到斜坡上面有一个人走下来。当时有规定安官是要出来查哨的，所以这个弟兄就大声喊谁去哪里做什么，但这个人影并没有回答，还是一直走下来。走到大概一半的位置，弟兄又喊一次谁去哪里做什么，他还是没有回应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那一条小路以前也会有民众走错路，所以就等那个人影再走近一些啊。没想到在人影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人影没有头啊。弟兄吓得躲进哨亭里面，又无线电call安官下来。但安官呢，听到这个情况也不敢下去，只要把排长叫起来，请排长下去看看。排长到保养厂之后，没有看到什么异状，但也很好心的陪弟兄到下哨。不过有特别交代弟兄说：“这位弟兄啊，不要到处说啊，以免影响其他弟兄。而且啊，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你看到过，其实我也有看到过了啊，你就当作是过路客就好了。”后来呢，这位弟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在军中真的很多灵异事件接下来老王来说自己的亲身经历。这件经历非常的可怕，可怕到现在我想到就还是会发毛。我以前当兵的位置是在山上，营区不大，所有人加一加大概只有60个人。那我是火防兵啊，之前就常常听学长说厨房闹鬼，半夜常常会有鬼在这边啊，甚至还有坐在餐厅那边等用餐的。还记得那一天，我一早5点多准备备餐，因为营区人不多，所以火房只有一个人负责煮。那一天我蒸了馒头，煮了豆浆，我们豆浆呢是自己手工做的那一种，我就把东西放下去蒸，下去煮了以后，我就会准备切青菜之类的。切一切，我就斜眼看到有一个兵从旁边走过去。我想谁啊，怎么进来不讲话呢？我就走进去看，里面完全没人
不然我整个背后就发毛了。我赶快切菜切一切，快速炒完以后，我就先待在外面。直到我一个同梯的经过，我才跟他聊天啊，进去里面待着。但因为哦太晚进去，豆浆有一点烧焦。那用餐时间到了，我就赶快把餐点送出去。后来我们边吃饭哦，我就边说刚刚遇到的事情。就这营区最高的长官来到我身旁啊，我心想，哇，这长官听到我遇到鬼的事，他人真好啊，还要关心我。营长就说，豆浆烧焦，禁驾一天。故事结束，故事是不是让人发毛啊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是老汪，我们下次见。